我是刚刚你在当那一百零九年八月二十八号，台北站，台北站，时间零三分，我排车是二二四三次，有三线到嘉义，用车五加车辆跑圈的，在台湾关闭什么事？如果喜欢各位朋友们，多多点我们的就光屏，就那，拜拜。三次将三线杠加一的，用车五加车辆跑圈的，在台湾暂时有限各位，就那，拜拜。好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